咁灵识见家长，你阿姐啊，姐夫问你快啲射啊！夜晚咧，我哋虽然唔会做祭祀，但系都会食呢个团圆饭嘅。咁灵识民族村体验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希望潘安娜快啲过去，我哋而家可以放风筝啦。呢个系好重要的一个文化嘅学习嚟噶。继续感受传统韩式新年，你准备好未？不一样的节日，今晚11点 ，Feel TV。